中国海警公布了一段五月份在南海仙兵礁拍到的画面呢。这画面当中呢，菲律宾海警很明显呢在补给物资跟替换人员，显然想要在仙兵礁来复制一个马德雷山号。画面显示呢，五月份以来，菲律宾海警出动了多艘的这个舰船，轮番向主力舰特里萨马格巴努号来运送补给的物资，并且替换人员。被拍到运送的内容包括呢有桶装水，还有神秘的箱型物件哦，甚至呢还透过软管来补给油料跟用水，送上了饼干零食，另外还有一袋袋的水泥，显然就是想要复制仁爱礁非法搁浅事件，最终在仙兵礁建立永久性的设施，成为向仁爱礁提供补给的海上基地和在南海进行活动的一个立足点。而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2024环太军演期间，中美双方啊一场突如其来的电子对抗战在南海黄岩岛附近的海域悄悄的上演。这场电子对抗战呢持续时间有长达12个小时，最终呢是中方获得了胜利告终。而且这场电子战是直接导致了菲律宾北部的 GPS 讯号全面的中断，通讯跟雷达设施也出现大量的问题。退将厉振杰就从科技的角度来分析这起惊心动魄的电子战对峙，来听他的说法。我先讲结论，我认为这场电子战一定是美国落败。为什么我这样讲？我讲几个理由啦。因为电子战大家都不太懂，为什么说我说美国会落败？第一个，电子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去干扰你。我们简单讲的话，用一句话讲，大家就听得懂，就是盖台，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说，我跟你，我的这个频率跟你故意跟你一样的重叠的频率，那我的功率比你大，我就把你的电台的频率给你压下去，到时候你只听到我的广播，或者你只听到沙沙哑哑不清楚的声音。好，就这么简单一个概念，一个盖台。那如果说你被盖台的话，你怎么办？第一个就是说我的功率比你大，我的电力比你强，我把你盖过去，就叫反电子战，或者说我变换另外一个频率。那如果说你变换另外一个频率来讲，我马上抓到你用哪个频率，我用那个频率继续给你盖台。所以这牵涉到两个技术因素，很简单的讲，第一个谁的电力比较强，对不对？谁的电力比较强，谁的这种发射的功率就比较大。第二个来讲，谁的变频速度比较快，谁能够先抓到谁的频率来讲，我就能够打赢这场电子战。好，基于这两点，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美双方来讲，我们就现实面来看的话，为什么我断言说是美国在这场这个电子战它一定是落败？第一个，我们讲说是这个武器系统来讲的话，美国到现在为止它的雷达系统使用的还叫做无源阵控向列雷达。那解放军因为它是新的军舰，它是这个后来居上，那美国用的军舰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说这它叫做这个提康罗德加，它是巡洋舰，我是比驱逐舰还要大的巡洋舰。它用了，因为它那个年代里面的科技来讲，它只能产生无源阵控相位雷达。那解放军呢，它都是有源阵控相位雷达。大家对这个电子战的名词可能很绕口，觉得听不懂。其实我用简单的话听得懂，让大家讲，有源阵控相位雷达就是我们做这个晶片里面的氮化镓，就第三代的这个半导体的材料。然后无源阵控相位雷达，它大概使用原料还是第二代的，叫昆化镓。就是我们看到雷达，现在新的雷达就是一颗一颗在上面，就是阵列，那叫做正位向列，就是一颗一颗很多颗的这种电子干扰器在上面。那无源阵控来讲的话，它当然也是算是最早的雷达叫做机械式，我们就看到电影上面拍的在那边摇头在那边转圈子那种是机械式。那进步到无源，然后完了再进步到有源。那进步到有源的话来讲的话，它征收的距离范围就比较更广更大，征收的这个目标区来讲的话可以抓得更精准，然后它来讲的话变频速度会比较快。所以这两种雷达的话，你这两种第一个就差别在这边，就如果说我要干扰你，或者是我被干扰来讲的话，它的有源阵控这个变频的速度，或者是它再加上它人工智慧判断来讲的话，速度就比你无源的快，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讲说它这个美国来讲会败呢？第二个理由就是说，因为这个大陆解放军他们的军舰用了什么叫做全电推进系统，它就是整个电，我们像福建号有没有，它这个电力来讲，它不是这个船发的电来讲的话，它供给全船来使用。如果说我要前进的话，它就推进到马达，推进到引擎，这个螺旋桨会转的所有电力用在这边。那我要电磁弹射的话，我电力系统全部用在这个电磁弹射方面，让飞机可以弹射出去。那相对的来讲，我如果说，所以
就是这个电它可以很灵活的转来运用。如果我要用在电子战方面，我所有电源系统，我可以全力支援我的雷达来做电子战，所以我的电波一定比你强。那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